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生有时候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都在念书，所以基本上如何面对挫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有个研究，就是公司的升迁，往往升迁不是升迁最优秀的人，是最能够与人相处的。这个十二星座的最佳读书方法应该有不同吧？其实美人姐刚刚讲到了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就是叫做注意力。像呢水瓶座啊，它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小孩，他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从小呢，你就要满足他的好奇心，当呢他没有专注在学校的功课，而对于很多东西很好奇的时候，你要给他空间，这样水瓶座的小孩才会在学习当中找到乐趣。那像双子座呢，他喜欢去博物馆啊，然后呢美术馆啊，念各式各样的漫画书啊，看电视啊，网络啊，他要多元化，所以你如果只叫他读书他会觉得很无趣，你给他多元化他会念得比较好。那至于天秤座呢，比较在乎人际关系，所以天秤座最好呢是穿得漂漂亮亮的，有几个同学跟他一起念书，大家互相约束会学得比较好。那土象星座呢，像摩羯座在学习的时候太自苦了，然后呢给自己的压力那么大，我告诉你，并不是每一个摩羯座给自己的压力那么大呢都能够得到好成绩，因为这个还是跟素质跟他自己本身资质有关。所以摩羯座如何在学习当中找到乐趣，爸妈怎么协助摩羯座呢在学习当中能够感觉到快乐，其实是让他能够永续学习很重要的重点。那至于金牛座呢，他是比较迟钝的星座，所以呢金牛座呢你必须要开发他的五感，比方说视觉性的比方说听觉性的，他会学得比较好。那像处女座呢的小孩子就哇书好多，每一个都要念，所以你教处女座的时候你要教他重点跟应试，就是准备考试的技巧。那火象星座我们先讲母羊座，竞争性最强，他最喜欢他自己考得很好，别人考不好可以嘲笑别人的时刻，所以塑造一些些微轻微的竞争性的环境，对母羊座来讲会增进他的学习，比方说有排名啊或什么的。那像狮子座只要你给他光环，哇，然后呢这次我们考试最厉害的是，比方说瑞克是狮子座吗？是瑞克，他考几分，那我们就让他当什么小老师之类的我告诉你，他一辈子那个科目都会考得非常好。那像射手座一定要有一些射手座他其实要有很多玩耍的实验性的刺激的冒险，所以你也不要让他的读书的过程太乏味，那他多元化的东西他会学得比较好。水象星座呢，他们的情感比较多，像刚刚邓医师也有讲到，很多家里爸爸妈妈吵架，小孩子要花很多时间处理他的感受跟情绪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其实是出不来的。像双鱼座，特别是当他压力大的时候，他会逃避的。所以呢，爸爸妈妈呢要常常协助双鱼座，陪着他一起读书，那或者是呢要有纪律的去要求他。双鱼座就是专注力很难长久，他就可能一下子要看一下漫画啦，一下子要干一下什么，所以这个爸爸妈妈有感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感觉太多了。对啊。那巨蟹座也是属于感觉很多的，所以巨蟹座他必须要在心情很好的时候，而且在很熟悉的环境念书才会念得好，所以爸爸妈妈这个都要多关心。那天蝎座呢，他是给自己压力很大的那一型。我觉得天蝎座也会是在竞争的过程当中表现比较好，而且天蝎座比较自苦，通常你要给他正面的目标，哎呀你如果书念得好啊，你生活可以过得更好，以后可以变成什么，他会比较有动力去做。我想问一下，因为长君后来去了大学之后就觉得哇恐怖了，美国加拿大的大学是这样，考进去之后才是真正另外一个战场。对对不对哈，你读到你都不想读，对不对？就是很挫折啊，因为你看大家都刚刚很多老师他们都讲到说都第一名的情况的这个学校怎么念书，大家都第一名那还是要分个胜负啊，一个班级的成绩教授不可能给你100分啊，那样子学校不会直接把教授 fire 掉，所以他平均一定要再借在60-70分，这时候苦读型的人呢就吃亏了。天才型的人就好了，因为他可能考你10题，假设他考你10题可能有3题他是完全没有讲到的，课本也没有提到，这时候我们苦读型的就没有办法去应付了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好挫折怎么样努力去念，怎么样地毯式复习都没有办法100分。也就是你原来的那种读书的方法未必可以适应说欧美国外那种比较属于那种启发式的或者思考式的这种教育， 对不对？但是所以他们的人生在一路这样子
读书都很成功的时候，可是人生不是一路读到底嘛，对不对？他还会面临其他的这些挫折，所以未来他们要注意什么？就史丹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它叫棉花糖实验，也就是说，受试者先把小朋友3岁小朋友带到一个房间，然后桌上放一个棉花糖，说你这个棉花糖可以吃，也可以不要吃，但是你如果不吃，我等一下回来会给你2颗。但是他没有告诉小朋友出去多久，但小朋友左等右等，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大部分小朋友都把棉花糖吃了。那其中有大概1/3以内的小朋友是没有吃的。那在事后的追踪发现，就发现到这几个小朋友他们在学业成绩、人际相处等各方面表现，都是比吃掉棉花糖的这些小朋友来得更优秀。这就是我们大脑的一种自律或者是享乐的延迟，它是一种那额叶皮质的高功能的反应，也就表示说你比较可以做到这种自我克制。那不过我想我要再有点提醒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生有时候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都在念书，所以基本上如何面对挫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有个研究，就是公司的升迁往往升迁不是升迁最优秀的人，是最能够与人相处的。所以一般很多高材生跟人家相处能力都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专业上够优秀，我们要增加生命的广度，那就是要去结交朋友、参加社团、明白挫折。就像场君刚才遇到的挫折，我觉得真的不是坏事哎，好事。因为我确实有遇过那种学弟，就一帆风顺到国外遇到挫折，最后是真的自杀作终的，他没办法接受他不如人。所以12星座里面的高材生的分布有特别吗？有，我先强调一下哈，当我们在看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他有没有可能变成高材生的时候，你要特别观察他的水星星座。哦，因为水星星座呢，非常能够代表他脑神经的连结跟运作的速度哈。我觉得最聪明的莫过于就是这一组。如果说你的水星呢是在水瓶座、双子座的话，我觉得呢这一组都是天才型的，特别是水瓶座，因为水瓶座哈有点像外星人，像 Christina 本身就是水瓶座嘛，哈，有一点像外星人的特质，他们有一种顿悟的能力，就是他们能够立即的、马上的了解某一些别人根本没办法理解的事情。然后呢，双子座呢是博学强记型的，就是他吸收很多资讯，这个也记，那个也记，他什么事情都很懂。里头呢，我觉得比较差的、需要努力的是天秤座，太在乎人际关系跟自己帅不帅、美不美，以至于不认真念书的，哈。那然后呢，水象星座呢，我也觉得呢，里头呢最容易变成天才型的莫过于就是天蝎座了，他们特别有一种洞察能力哈。那双鱼座呢，他比较展现天才的部分呢是在艺术跟美的方面，他对某一些印象啊、某一些光线啊的某一些东西呢，他的掌握是比较好的哈。 OK， 那像巨蟹座呢，我觉得哈的学习能力呢比较受到他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巨蟹座是一个情绪比较多的星座，所以如果情绪太多会很影响巨蟹座的学习。那火象星座呢，我觉得考试的运气然后头脑呢特别好的莫过于就是射手座。射手座就是最常是那种几乎都不念书，然后呢考试考得特别好的。那狮子座呢是爱面子的，只要你给他当小老师，只要你给他光环，然后让他呢带同学一起解题，他们通常书就念得特别好。那牡羊座我觉得就是头好壮壮、运动神经比较强的那种的了。OK， 土象星座就真的是苦学习的哦。像呢苏东坡有一句话，书到今生念已迟，其实就代表说你有很多的聪明才智是前世带来的，摩羯座身上很明显。对，因为摩羯座呢是老灵魂哦，所以他们好像对于某一些文学啦、文史啦、地理啊的东西，好像理解跟了解的特别多啊。对什么古文观止，好像他们比较容易了解。像美人姐以前在教学生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摩羯座的学生对那些东西理解度好像蛮高的。好，那个时候我不懂星座，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这个理解度很有关系，因为我在补习班教书的时候，我第一堂课我都会先讲笑话，我从他们听不听得懂笑话的理解度的速度，我就知道他们的理解度怎么样。听懂笑话是语言智商，就我们说 VI 就语言智商的反应。对对呀。然后像陈医师他本身是金牛座，但是我觉得你比较像双子座，因为一般来讲呢，金牛座是很有他自己节奏的，他呢的念书是日也念迷也把他没把他，就是一直念的那种。里头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处女座，处女座因为他的守护星也是水星，它是属于分析能力，所以数理啊各方面呢都是表现得不错的。OK， 好。